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山。今天我向全网发起一个挑战，顺便也应战一下别人的操作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是什么操作。我要向全网发起一个挑战，如果谁能流畅的完成我这套跑酷动作，我就送他一套森林游猎者套装，绝不食言。这个操作的困难性在于射击靶子，在第一次的测试中就高估了自己，瞧我这狼狈的模样，像落汤鸡一样滚了下去。我们只有经历过一次次的失败，才能掌握成功的秘诀，就好比我们在生活中只有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才能学会成长。那么请开始我们的表演。经过多次的失败，我掌握了基本的方向和要诀，在丢火瓶的时候一定要与靶子平行往上抬，这样射击出去的箭只会上下偏离而不会左右偏离。在挑战的过程中有两次成功的镜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当我在空中牵弩的时候，可以看出靶子是站立的情况，射出去后靶子就倒地了。大家都知道击中物体呢会有光效，由于跳得过高挡住了视线，所以啊也不能确定是我击中的，因为有人一直在打这个靶子。而另一个成功的镜头却恰恰相反，当我在空中射击靶子的时候能看见光效，但这个光效闪了好几下，所以也不敢确定究竟是不是我打的。当然我并不会拿这个半成品来敷衍大家，在经过多次的失败下，我终于挑战了一个成功的镜头。那么今天我就在这个操作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下难度，并且呢再发起一个全网挑战来看一下。在挑战的过程中看到粉丝发来的信息真的很暖心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